家人们好，我们接下来去证实黄娇娇哈，这个东西都已经拿上了哈，黄娇娇她已经在那边等我们了哈，我们现在过去找她哈，走，就在后面哈，走，跟着我走，我们去找她哈。你拿这个干嘛你？这个没有，这是支架，这是手机支架，不是电棒，他们有些人以为是电棒，没。过来跟你见面，你来电话。那这个是照妖镜，你先拿着，先把它拿着，先拿着。哎，你在那个直播间说的，你说你体重是多少？我啊，95斤。那先量体重吧，来上来，踩一下，过来踩一下，过来踩一下。我操，59了，这个鞋子，我这五十九，116了。鞋子包括手机有多少斤吗？差不多120斤了，差不多120斤了。还有那么还96，虚报20斤。包包都是10斤啊。虚报20斤，你包包手机能有20斤吗？我不相信那些有20斤。然后等一下，身高是多少？1米6哈，来站好站好，身高1米6，这个鞋哈，先看一下这个鞋有多厚，这个鞋有，我操，6厘米最少6厘米，5厘米，最少5厘米，鞋跟哈，5厘米，好，别动哈，别动，穿5厘米的鞋就1米6，看到没有？这边，穿5厘米的鞋也就1米6，看到没？1米61，5厘米的鞋。1米61减掉5，1米55，1米56，1米56，哪有那么？真实身高1米56哈，然后真实体重120，然后这镜子，来照一下，照一下，我来给你照，好，看到没？不要开美颜哈，看到没？看到没？真实长相，真实长相，满脸的这个麻子，我哪有麻子？满脸的麻子，还有啥？看一下哈。卸妆，当场卸妆。我没有化妆，没化妆。没化妆，拿去，现在。我没化妆。剪一下，现场卸妆，洗，把脸洗一下。这个应该用不上了吧？